骂声不绝。但其实我自己常常是完成电影以后，我先把自己批评了，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习惯。其实我在电影完成还没有见观众的时候，我常常就已经在看到这个电影有许多为这个满意的地方和许多我自己觉得没有做好的地方。